最近又发生一些事情，应该是有影响到你的心情。那不知道太太现在情况好有没有好一点啊？你又心情又怎么样呢？这样子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断掉了。是真的断网了。哇，还有这种招啊！到我说不成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啊。然后我在《断网》里面所演的角色叫做罗家俊，是一个电脑天才。你们好，台湾的朋友，你们好，那么快，我是林家栋，很久没见了。哎呀，谢谢你们支持《断网》这部电影啊！网络罪犯调查科督察孙斌，说法不单嘅意外，点解啫？我想我哋会合作到。你走到去边，我都找到你哋。咁大嘅人，都知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嘅啦。是为了这个电影了，我必须要去模仿一个，就是真的是一个黑客。我还记得我去拍之前，我去特别去上网了，当然幸好没有断网了。陈宝仪。我得翻啲钱，你有翻个女，你讲啦。佢嘅法王唔系话吃就吃咗佢，咁两名弟弟嘅啫，考虑下啦。我捉佢老婆翻嚟，放低枪，俾佢缠住，所有资料都无所遁形。陈家俊拍电脑嘅时候，其实也把卓家俊呢个人物塑造的那个更立体的一个父亲的形象，就是我现在有两个女儿。我觉得这个是当你组织家庭之后，你就知道女儿就是那种感觉，是不是你在工作上面带来的快乐，不是用不是其他的东西能够可以去比美的。这个是无价的。老师说最近呢，开家长会的时候，老师也说我女儿呢在这段时间呢有一点分心。在家里面我跟我太太说，在家长会结束以后，就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之前吧，我们就是强制他不准看电视，要把所有的 iPad 电话在学习的时间里面全部把它收起来。这个爸爸也是不断的学习吧。我接听，再有五分钟。唔好以为自己好聪明。今日 target 问得人，咩都冇嚟，我喺左家做事。香港好多地方都斷曬網，出邊啲 ATM 都全部彎曬。嗰班人真係冇人性噶，佢哋又睇緊你啊！请问说，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，就是陈哥就是被上司就是有点干被他骗去做的这件事情啊，然后就想说，就是你们要怎么防范说自己在这个公司就是不要被人家骗这样？被骗的经验？被骗了？没有啊。刚才他说他是一个天才嘛，但是我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。过去十多年，我们经常听很多的新闻报道，就是很多骗案出现了，所以我自己就没有在网络上找太多，所以很难很难骗到我的。我一直都有一些在网络上面都会利用我的名字，然后去欺骗所有的网民，就是说啊，郭富城一无所有，因为他买了 Bitcoin。哦，我的看到一些新闻之后，我都吓一跳。最近又发生一些事情，应该是有影响到你的心情。那不知道太太现在情况好有没有好一点啊？你又心情又怎么样呢？这样子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断掉了。是真的断网了。哇，还有这种招啊！陈哥，我爱你，希望可以在台湾看到你。如果你听得到，没有，他已经断了。